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23面。123面倒数第五行，从将王公这里看起啊。将王公，将生于王公，世中寒舍第二相之脱胎于第三相的出生，本师世尊之托生，如因果经云：于时摩耶夫人从眠悟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空而来，从右胁入，身现于外，如出琉璃。这是讲啊，降生跟脱胎。这是不处菩萨示现八相成道，一般呢都是有这些瑞相啊。这个底下讲，本师释迦牟尼佛脱胎啊，我们一般人讲投胎呀啊，这是说六道的凡夫啊，舍身受身的啊，再去找一个身体。通常找身体就是要找父母，父母跟自己一定有缘，没有缘呢你不会去找他啊。佛在经教里头常常告诉我们，儿女跟父母是什么缘分呢？佛把它分为四大类啊，有报恩的，前世父母对他有恩，这一生遇到了他感恩啊，他来报答的。那这样一个小孩了，天性就是孝顺父母啊，他来报恩的嘛，很听话也很可爱啊，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的是抱怨的，父母跟他有仇有怨啊，可能是过去生中啊是杀害他啊，这次遇到了，遇到时候他来抱怨，他来报仇啊，这个小孩就不听话，不顺从父母啊。第三种啊，讨债的，这个小孩也很可爱啊，如果欠得少，哎，两三岁他就走了啊，你花钱花的那么多，他讨完了他就走了。如果欠得多呢，可能供他念书，念到中学，念到大学，念到博士学位，学位拿到他就走了啊，他来讨债的，你欠他多你得还他多啊。另外一种是还债的啊，还债对父母没有什么恩情啊，但是对父母不错啊，过去他欠父母欠的很多，这也是啊，他在物质方面养父母会照顾得很周到啊。如果欠的少的呢，好像这个孩子对父母就相当刻薄
啊，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父母啊，哎，有的吃有的穿就可以了，啊，不怎么样的，这个孝敬，啊，这四种情形，我们冷静去观察，都在我们现前，啊，我们常常都能看到，啊，这个四种状况，就晓得了，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没错，啊，那不学佛的人呢，这随业受报，啊，受果报的时候总有怨结，啊，这个事情很麻烦，啊，又结心的怨呢，这个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不是办法，啊，我们是这个缘分到这个世间来的，啊，遇到佛法之后觉悟了，如何把我们这种关系啊，过去是这个恩怨债务的关系，把它转变成了法眷属，这就好了。啊，过去报恩也好，报怨也好，讨债还债都好，一笔勾销。啊，从今天起我们都是同参伴侣，啊，还是要非常孝顺，为什么呢？做给众生看吗？自行化他吗？啊，自己能照这样做，啊，依照佛陀教诲，依照圣人的这个教导去做，提升自己的德行，啊，双方都提升了，自己提升，父母也提升，啊，双方都提升。同时呢，你的亲戚朋友、你的邻居看到你们这一家，啊，和睦，啊，一家孝慈，他们也学会了，所以自行之后就能化他，这个功德就越来越殊胜了。可见的圣贤教育对我们的利益了太大了，啊，好处啊太多了。至于佛菩萨也到这个世间来，啊，有的时候他想在这个世间住的时间长一点，啊，这不是他想，我讲他想都有语病，众生有缘，啊，众生这个缘跟菩萨的缘很深，啊，会感应的菩萨了，在这个世间住一段时期，啊，那他一定要来投胎，啊，这个投胎呢，这经上用的文字叫脱胎，不叫投胎，啊，他来脱胎。啊，这是也找父母，啊，这个父母就不是报恩报怨了，这一对夫妇啊，过去生中一定是修善积德，啊，佛菩萨到世间来才会找他了，啊，他跟人没有恩怨关系，啊，这一家人祖宗积德，这个夫妇修德，啊，他会找这样的人家，啊，来脱胎。那么这个脱胎里面包括第三项的出生，我们看四教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的入胎、住胎、出胎，啊，都在脱胎啊，这个里头，啊，住胎也是住十个月，啊，在母亲这个怀孕的时候住十个月，等觉菩萨，这不是普通人呐，啊，他在胎胞里面十个月这么长的时间，能不度众生吗？
啊，世间一般凡夫，这十个月在胎胞里面，佛在经上讲啊，也跟在地狱差不多啊，所以叫胎狱。啊，这十个月是胎狱。啊，他在里头不自在呀。啊，在里面也很痛苦啊。母亲喝一杯热茶，他就像在八热地狱一样。啊，母亲喝一杯冰水，他就好像在八寒地狱一样。啊，他很痛苦啊。他受的是业报啊，这业报身嘛，过去生中造的业嘛，他必须要受这个果报。可是佛菩萨不一样啊，有佛来脱胎的。我们在前面看到呢，身后普贤，那就是一经成佛，在道家慈航啊，来度化众生的啊，所以佛菩萨在母亲胎胞里面也在说法度众生，这不可思议。那我们今天，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贤首过师在还原观上告诉我们，业未成啊，业力未成，这业力未成呢，就是现在人讲的基本粒子啊。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那个基本粒子还可以分，还不是最小的啊，再分呢就分成了光子了啊，也叫量子啊，现在是知道量子是最小的。那么佛说业未成当中，这个里面有微尘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头有许许多多众生啊，所以佛在母亲怀孕当中啊，他也在胎胞里面讲经说法啊，他的境界多大呢？跟外面虚空法界没有两样，这是佛法里面所说的没有大小啊，自信的信得了法而入世。我们是迷失自信啊，才有大小这种现象幻象出生，明心见性的人就没有了啊。微尘里面有世界，前面我们曾经学过啊，现在量子科学家了证实这一段事情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入胎的时候，这是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她在睡觉的时候，迷雾是睡觉的时候，虽然睡觉了很清闲啊，没有迷惑，很清楚啊。他看到菩萨，这个菩萨是不处菩萨啊，就是从斗率天呢下降的啊。他乘六牙白象啊，这个白象是他的坐骑啊，他乘白象呢从空中而来啊，见到摩耶夫人
从摩耶夫人右胁入胎，啊，从右胁入胎，啊，身陷于外呀，我们看能够看得见，但人看不见。啊，摩耶夫人跟他有缘，摩耶夫人看得很清楚，哎，他从右胁入胎。啊，这个情形看得清清楚，如出琉璃，啊，好像他全身像玻璃琉璃一样透明的，看到这个菩萨从斗率天下降啊，啊，这个进入啊他的体内，啊，这因果经上讲的这么一段故事，说至于出胎呢，涅盘经上有说。从母摩耶而生，啊，生息就是出生之后，周行七步，啊，他走了七步，小孩刚刚生下来，他就会走路，啊，走了七步，啊，周行者，下面给我们解释，啊，乃至。四维是在讲天下四方，四方四维上下指十方，啊，经言书里面说于十方啊过行七步，周行七步啊，就是每一方过行七步，这叫周。视线丈夫分心之力，啊，这是这个丈夫是大丈夫，就是成佛。我们对佛的敬称，于十方独处无为也，啊，展现出智慧、慈悲、神通、道力。啊，无所畏惧的这个现象，啊，所以周行七步，啊，又未云从右胁生，释迦谱也是这样记载的，啊，菩萨渐渐从右胁出，啊，那么这是。经典上记载世尊出生的这个状况，啊，给一般人不一样啊，啊，所谓是示现。我们再看下面，其位出家，苦行学道。这是表出家的第四项，啊，出家是第四个项，八项呢，这是第四项。位移圣相，康僧铠的翻译，这一段呢翻译的很详细，啊，经文上说，现除宫中色味之间，啊，示现。他出生在帝王家，啊，父亲是国王，啊，那个时候的国都不大，啊，像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春秋战国，啊，就周朝这个时代，夏商周，啊，都是属于部落的族群，大国还不到现在的一个县。啊，你看中国古籍上讲的百里侯，那是大国，啊，侯就是国君，啊，百里侯侯爵，啊，那么他的这一个国家的疆域只有一百里，
啊，没有现在一百里大，现在讲公里啊。啊，在中国这个一公里等于两华里啊，所以它土这个幅员并不是很大了。历史上跟我们记载，周朝时候这中国这一块大地上有多少个国家呢？800多诸侯，是800多个国家了啊。周王周也是一个国，不大，周的国不算大，他只有70里，你看只有70里，周夷70里，但是这个周的王啊，德行好啊，人有道德了，其他的这个国君都佩服他啊，有了问题都向他请教啊，所以他无形当中啊，就变成这个诸国的最有被敬仰的人，所以大家称他做天子。啊，所以那时候天子国家并没有统一啊，都是些小诸侯。啊，诸侯听命天子的教诲。啊，但是每一个诸侯国都是独立的。啊，只是诸侯国对天子的尊崇啊，对他进贡，进贡就是送礼物啊，逢年过节要送一点礼物啊给天子啊，那么天子也维系住整个社会的安全。整个社会称之为天下了，啊，那个时候称天下了，就是现在讲的中国这个国家，啊，所以中国人自古心量就很大，啊，古籍里头很少称国家的，都称天下，啊，这心量大了就能包容啊，啊，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和平啊，所以菩萨示现降生在宫廷，从小呢享受人间富贵啊，见老病死，物事非常啊，他出去游玩啊，在途中看到老人，看到有生病的人，看到死亡的人，他感慨很深，感到这个世间无常啊，物事非常，就是无常。人不能够永远住在世间，不能够永远不老不死我们凡夫人常常看到这个现象，为什么不觉悟呢？啊，他觉悟了。啊，他这一觉悟，也帮助我们觉悟了。啊，这个觉悟，那就得让我们认真去思维。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为什么到世间来的？这个问题，曾经有人
问过释迦牟尼佛，我想不止一个人，肯定有很多人问过。佛的答复一句话：人生愁业，你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愁偿你过去所造的业因，过去生中造的善因，你到这个世间来享福，果报嘛，善有善果嘛。过去生中要做的恶因呢，那你得受苦。啊，不善一定得苦报。他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我们才真正晓得一生的遭遇，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善缘恶缘善缘你一生遇到的好人，恶缘一生遇到坏人，全是命里注定的。真的古人所谓也，一生全是命，半点不由人，你自己不能做主所有一切遭遇都是过去世的业因现前这是果报通达明白了，我们就心就安了所以古人讲的心安理得，心为什么安呢？道理明白了，不再打妄想了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心安了，道理就明白了，这互为因果明了之后，那我们知道应当好好的做人业障要消消业障就是逆境里头苦难的时候要能忍受，不怨天不由人自己造的自己要承担平平安安度过，好也消掉了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再不造罪业了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善行的根本就是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从前有师长，现在没有了从前老师跟学生关系非常密切，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有这样好的关系，所以师徒如父子学生跟老师这关系不亚于父子现在没有了，现在这个老师也变成商人了贩卖知识，上课一个小时交多少学费，这是买卖了吗？注意要知道，古人这个老师是不讲学费的，讲学费多难为情呐，这讲不出来的那学习呢？学习的时候供养是由学生家长随意
啊，而且也不是每个月供养，啊，没有定数的，逢年过节，大概一年，啊，过年，啊，这个，端午、中秋，啊，所以是一年三节，啊，给老师送一点礼物，随着自己家庭环境。家庭富有的多送一点，啊，贫寒一点少送一点，啊，你看孔子教学，啊，收礼物最少的叫素修啊，啊，素修是，我们现在叫腊肉，啊，腌的一些肉腊肉，啊，多少呢？切一小条。啊，大概是四两半斤啊，就不少了。哎，一年送这一点礼给老师，老师就很欢喜了。啊，老师不是要你东西，老师是重视礼节。啊，你不失礼。啊，所以师道关系就像父子一样。啊，现在是买卖呀！啊，从前这是讲这个教学，现在学也是商啊，也是属于商人。啊，学变成商了，学商。啊，于是乎什么，师道没有了，师道没有了，孝道就没有了。为什么？老师劝孝啊，父母教儿女，总不好意思说你是我的儿子，你要孝顺我，这个话也说不出口啊。啊，所以教孝是谁呀？老师的责任，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教儿女要尊师重道，这是两个互相在教嘛，一个缺了那一边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师道没有了，孝道当然也没有了，啊，今天小孩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尊师重道，有原因呢，不是没有道理啊。啊，教育丢掉了吗？啊，过去的老师对学生，唯恐你学不好，尽心尽力教你。现在我听说很多学校老师上课的时候，啊，很草率。啊，他教学生，他开补习班。让自己学校学生进入他的补习班，补习班交学费，学费全部他收了。啊，他那个地方认真教你一点东西，课堂不教，要留一手。啊，他要赚钱嘛。啊，课堂里学校里大概收入不多，啊，开补习班收入那就很丰富了。啊，所以现在。都有生意头脑啊，哎，老师也学会了啊，开学店，补习班就是开学店，啊，这是现前的社会，迷而不觉啊，啊，古人真是觉而不迷。啊，我这一生幸亏好好奉到几个旧头脑的老师，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很穷苦啊，交不起学费啊，对老师一分钱供养也没有啊。哎，可是我这三个老师都很乐意教我，啊，特别找出时间来教我，
啊，这什么原因呢？当时我也想不透啊。啊，以后过了十几年，哎，明白了。啊，我从小学会了一点尊师重道。啊，这是父母教的。啊，所以对老师恭敬。啊，学习很认真。啊，老师遇到我这样学生，不收学费，不要学费。啊，他也认真地教我。啊，如果是现在这些学校老师，没不交学费，他不教我了。啊，60年前呢，跟60年后不一样了。啊，60年前，像这样的老师不多。啊，很少遇到。啊，现在可以说这样的老师没有了，很不容易找到。啊，不容易找到怎么办？我们想学。啊，办法是有。做古人的私塾弟子。啊，学孟子，啊，孟子好学，母亲教得好，看孟母三迁呢，母亲教得好，好学，他学孔子，啊，在他出生那个时代，孔子早就过世了，他仰慕孔子。孔子著作在，他找到孔子的著作，依教修行。啊，遇到困难不能了解的地方呢，就向孔子的学生请教。他学得非常认真。啊，孔子的教诲他都能够做到，都能够落实，所以他的成就超过孔子当年所有的学生。啊，你看后世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啊，尊孟子为亚圣。那除孔子就是他了，所以今天假如都讲孔孟，都不讲别人。可见的老师不在世，拿到老师的著作来学习，也能学得跟老师一样，达到老师的水平，就成为圣人了。啊，孟子开这个例子，让后世好学的人个个都能成就。啊，不一定要在老师面前。在佛门里面也有这个例子，啊，明末清初，偶益大师，我们净土这个净土宗啊，第9代的祖师，偶益大师，啊，他非常仰慕莲池大师。啊，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第8代的祖师，学莲池大师，莲池大师也往生了，不在世间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啊，现在还在。啊，莲池大师全集，啊，现在是精装这样厚，大概有4册。莲池大师全集，啊，他就依照这部书学习，学得很像，很像莲池大师，啊，所以他成为
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成功了啊，这是事出世间法。今天我们要学，去找老师啊，活的老师找不到啊，在找过去的老师啊，已经往生的老师很多啊，你去找一个，好好跟他学，你一定会成就。啊，我这一生也很难得，遇到李敏南老居士，啊，我是依他为老师，我跟他十年，他很谦虚，很客气，跟我讲，我的能力呀、啊。只能教你五年呐、啊，五年之后啊，他说我介绍个老师给你，啊，我说哪一位？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是他的老师，啊，他的敬重是跟印光大师学的，啊，他说印光大师介绍给我，因为他不在了，啊。李老师亲近过印光大师，那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缘分了。印光大师的文钞在，你常常读文钞，体会大师的意志，依教奉行，就是印光大师真正的学生呢、啊，不一定见面，不一定在面前呢、啊，你能够学得成功啊？因为是近代人，距离我们不远，他的文字我们能看得懂啊。虽然是文言文，很浅显的文言文。啊，这就是四法古人啊，以古大德为老师啊，我们才会成就啊。真正肯学，是锲而不舍，十年根就扎下去了，二十年呢就出头地，就出头了。啊，我们一般人讲就成名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自己这个一生经过。啊，是个很好的例子。啊，我26岁接触的佛法，33岁出家。啊，20年了，从学佛20年。啊，40多岁就有成就了。啊，33岁出家的。啊，53岁自己才有一个小道场。啊，多大呢？大概跟我们这个摄影棚差不多大。啊，有这么一个小讲堂啊！啊，一生每一天再忙的时候，大概也有4个小时读经。啊，讲经每一天不超过2个小时，
啊，不少过两个小时。啊，讲的最多的，一天讲九个小时，啊，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晚上还讲三个小时。啊，在台湾讲过，在美国洛杉矶讲过，在年轻的时候啊。啊，乐此不疲呀！啊，所以人不能不觉悟，一定要想到我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啊，学佛这明白了，我来到这个世间就是来学佛的，来到这个世间就是来弘法的。啊，不是学佛，不是弘法，来这干什么？啊，这个世界，乱世也好，治世也好，都不能够干扰我们的学习，都不会干扰我们教学，这就好了。啊，世尊在此地给我们做榜样。啊，第一个他觉悟了，他要不觉悟，下面就做不到。首先觉悟，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这个世间不是真的。啊，所以他才弃过财位。啊，过是过往，他不做过往，他也不想人间的富贵，这个才是讲人间的这个富贵也，啊，他都能够舍掉，放下了，啊，入山学道啊。这一年他19岁呀，啊，释迦牟尼佛19岁呀，啊，入山，许多有道德，有修行，有智慧的人都住在山上。啊，不仅仅印度那个时候，啊，宗教界的大德们都住在山上，许多的学派，啊，像瑜伽、素论，他们也住在山上。啊，这些人都修禅定啊，啊，四禅八定啊，他们真的真得了啊，所以到这些山上啊去访问啊，这些大德长者向他们学习。那么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这个年轻人19岁，王子出身，这身份不一样啊，聪明好学，我们就能想到每一位长者大德看到这样的学生怎么不欢喜啊，一定是认真教学啊，把自己所学的东西统统教给他了。佛乘白马，宝冠璎珞，千姿莲环。
啊，他是王子，他穿的衣服，骑的这个白马，啊，戴的这个宝冠璎珞，这身上佩戴的，啊，入山学道了，啊，交给他的随从带回去，啊，带回去交给他的父王。啊，表示他真的就修苦行去了，啊，真能够舍得，啊，舍真妙衣，啊，这是他原来穿的珍宝啊，好衣服啊，而着法服，这个法服，一般出家人、修行人。啊，穿这些衣服，啊，那跟王子不能比呀。剃除须发，啊，剃了头发了，端坐树下了，勤苦六年，行如所印，啊，跟这些。苦行的长者老师一样，啊，那些修苦行的也是树下一修，日中一时，啊，所以日中一时，树下一修啊，不是释迦牟尼佛创立的制度，不是的，是古印度，啊，婆罗门。各个宗教修行人他们一般的生活啊，包括佛陀的学者也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称他做哲学家啊，他们生活很简单啊，我们看起很清苦，他们过得很自在很快乐，他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啊，日常生活随遇而安。啊，提到，这都是特别重视在行门，一般人做不到。啊，他全都做到了。啊，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放下尘缘。尘是尘劳烦恼。啊，缘是指人事环境。啊，统统放下了。啊，物质人事全放下了。心定下来了，定慧就显现了啊，这渐渐能契入啊，啊，《普药经》里面说，二十太子日服一麻一麦，六年之中啊，皆加辅佐。啊，太子是释迦牟尼佛。啊，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将来大概是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粮食危机。这个征兆现在已经出现了啊！最近这一两年，地球暖化，气候变异，
啊，自然的灾害非常频繁，农业大量的欠收，啊，粮食欠收了，我们人吃什么？所以粮食危机啊，世尊在这个时候可能也是碰到欠收啊，这个地方也许有旱灾有水灾啊，收成减半了啊，事物少了怎么办？他老人家应对的方法，每一天吃一麻一麦，麻是芝麻，哎，我们不必呆着看，释迦牟尼佛每天吃一粒芝麻，吃一粒麦子，啊，我们这样想呢，也能想得通嘛，但是不合情理。啊，应当是什么呢？世尊吃的东西就这么简单，就是一点芝麻，一点小麦。啊，这合情合理嘛。啊，说一粒芝麻，一粒这个麦子，这个不合理，是不近人情啊！啊，这生活这样简单，这样清苦，啊，连稻米都没有了，啊，五谷杂粮都没有了，啊，我们将来也会碰到粮食危机啊，怎么办？啊，一定要有心理上的准备。啊，如果我们在粮食危机的时候一天能吃一餐，这就很好啊。啊，我们少吃一点，让别人可以多分一点。啊，粮食丰收，我们可以吃三餐；粮食欠收，啊，人还是那么多，大家都要吃饭。不够分配呀，那怎么办？啊，我们能够说每一天吃两餐，每一天吃一餐，可以度过这个灾难呢。啊，我现在一天吃一餐，啊，午饭吃过之后什么都不吃。只喝一点水，人家问我为什么，是不是持戒？我说不是的，我应对粮食危机。科学家这样报告，那我就得做准备呀。我要养成这个习惯，真正粮食危机现前了，我一天吃一餐就可以了。啊，我在做预备工作，让粮食危机对我不产生危害，啊，我能够正常生活，啊，释迦牟尼佛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六年之中啊，戒家辅助休息，兼啊。难行勤苦之心呐！啊，师尊，30岁开悟啊，19岁出这个离开家庭呢，12年呢。啊，这个地方说，12年当中啊，他有6年苦行。啊，
这是他老人家以后讲经教学告诉我们，信解行证啊，当然他本身具足了信心啊，出去参学，接受这些高人的教诲，他理解了，他明白了，明白之后啊，就要做到。而印度当时，无论是宗教，无论是学术，非常重视禅定，所以借家辅助，这是修定。六年真干了，首先学习的是四禅八定，四禅八定证得了，六道里面的状况呢，完全明白了，四禅八定。它可以突破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啊，有这个功夫的人往上面能看到28层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往下面看能看到阿鼻地狱啊，六道里面的全明白了。佛法里面讲六道，不是释迦牟尼佛发现的，也不是他先说的，古婆罗门说的。婆罗门教就是现在的印度教。我跟他们有往来。他们的长老告诉我，因为他们不重视历史，没有明确文字记载，他们是传说，世世代代传下来，他们的历史有10000多年，我们可以相信。现代世界上，研究宗教承认他们至少有8500年的历史，就一般学术界来讲，它比佛教要早5000年，这个说法是可以相信的，所以对于六道轮回的了解了，他们非常透彻。释迦牟尼佛的示现先学他们，这是在印度最古老的宗教，也是最权威的宗教，得真干呢，为什么要这样做法，下面说出来了，作思示现顺世间故，佛到这个世间来要度这个世间的众生，对于这个世间人最仰慕最佩服的，你不去学，人家瞧不起你，人家对你没信心，你看你们最佩服的婆罗门他通通学过，你们所敬仰的这些学派里头大哲学家他都亲近过，都跟他学过了，一般大众对释迦牟尼佛才能生起信心，我们中国人讲名师出高徒，人一看到你老师高明，他对你就有信心了，
那你跟的老师没人知道，大家对你不会产生信心。啊，这叫顺势千古。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身教啊，做这种示现的，才能够其当时大众这大众根基啊，为了契机一定要这样做法。这上面这两句出自唐仪，就是大宝寂经无量寿会的经文啊，这两句经文很重要。深显法华玄旨啊！啊，这怎么说呢？《法华经》受量品上有一段文，他说：“一切世间，天、人及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事功。”去迦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有这么一段记载。啊，释迦牟尼啊，除世事功啊，世事当时这是一个国家啊，其国财位嘛。他把富贵舍弃了，到迦叶城不远。啊，迦叶城是一般修道的，这是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啊，宗教学术非常发达这么一个地区。啊，在这个城不远的地方，啊，坐于道场，他成佛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这里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现。婆罗门教也确实了不起，把六道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他们这些人将来都到哪里去呢？多半都到世界天啊，更高明的他们到无色界天，以为无色界最上面这一层，非想非非想出天，啊，误会呀，那是涅槃的境界，啊，生到那里，以为就证得般涅槃了，啊，所以世尊必须要出现在那个地区。他们的这个修行达到那么高的层次啊，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地区都达不到啊。中国古圣先贤讲到天没讲到那么详细，实在讲多半讲的是欲界天啊，色界天很少，庄子有这个意思啊，儒家没到色界天呢。啊，道家有到色界天。啊，所以产生种种误会。啊，释迦牟尼佛为了教他们，必须把他们那些东西统统学会。啊，你要是不学，他们不服。
啊，学会之后，我们能够想象得到，问题没有解决。啊，六道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从哪里来的？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这三个问题，婆罗门教不能解答。啊，素论非陀也不能解答。所以，释迦牟尼佛学了12年。没地方学了，在恒河边上，啊，毗多罗树下打坐，把12年所学的也放下了，如更深的禅定，啊，这样就开悟了，是不是？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问题解决了。啊，说六道怎么回事情？啊，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从哪里来的？六道外面还有没有东西？通通解决了。明心见性了。啊，这叫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前面跟诸位说过，这是佛法学习终极的目标啊！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一句。这一句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人就称之为佛陀，他成佛了。啊，如果得的是正等正觉，我们就称他做菩萨。啊，假如他得的只是正觉，我们就称他做阿罗汉。所以这一句里面这三个意思都有。啊，下面这三菩提就是正觉，阿罗汉正等的。三藐三菩提是菩萨。啊，正等正觉，再加上阿耨多罗，这就是佛所证的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叫真学佛了。啊，这三个阶段，上上根人可以同时得到。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同时证得的啊，真的是一刹那之间，他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顿时顿超顿证啊，不是上上根人，那你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啊，先把执着放下，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那你就成三菩提了，啊，三菩提叫正觉，啊，你就证阿罗汉果了。证得阿罗汉之后，再回小向大，继续努力去修行，把。分别放下啊，分别放下之后呢，你就证得三藐三菩提啊，三藐三菩提翻成我们的意思叫正等正觉啊，这是菩萨啊，再向上把起心动念放下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
那你就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无上真等正觉。啊，这个时候超越十法界了，啊，阿罗汉超越六道，啊，佛超越十法界，啊，这是真学佛了。所以学佛不是求人天福报，啊，求人天福报就大错特错了，啊，求人天福报是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诸位一定要知道，轮回出不去，在这个世间肯定苦多乐少啊。啊，为什么？六道众生，他在三恶道住的时间长，在三善道住的时间很短暂，特别是人道，啊，寿命，几个人能超过一百岁呢？啊，一百年，真的，一弹指就过去了，太短了。啊，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觉悟啊，中年五十岁之后慢慢就觉悟了，人生苦短呐！啊，真的到这来干什么？遇到佛法才知道啊，人间很可贵，可贵的是什么呢？好修行呢，一定要觉悟，一定要放下，啊，要认真，要努力修学净宗。啊，来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你就完全正确了。啊，你这一生真的没有白来。为什么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决定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在这个世间我们得不到啊。太难了，到极乐世界就容易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然善男子，这是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呢，称我们做善男子啊，啊，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字就是十善业，我们能把十善业道做到，就是经上称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佛讲经说法，称呼大众，我们在其中啊。如果十善业道没做到，佛称的善男子、善女人，我们看那些人，我们没份，不在里头。这个事实不能不知道啊！希望经典里面所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我一份。这是学佛第一步啊！啊，那么我们怎样做才是真正佛经上所说的这个标准？我们只要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如是道这三个根做到了，你就是的了。啊，
名副其实的善男子、善女人，这太重要了。啊，佛在此地说了，我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有他界。这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真话，他不是在地球上成佛的，他老早就成佛了。什么时候？这时候我们都说不清楚啊。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有他劫，时间单位是算劫。早就成佛了啊，所以到这个世间来讲示现。示是什么？来示范的。现是给大家看的。我做个样子，做个榜样给大家看。大家照这个样子去学，就能成佛。啊，八相成道示现给我们看了。梵王经上说得很清楚啊，这一次佛到世间来示现八相成道是第八千次啊，成佛太久远了，到地球上来表演来示现，这是第八千次啊。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世尊的慈悲也，大慈大悲也，不舍这些世间苦难众生呐、啊！啊，常常来表演，每一次表演都带一批人走，哎、啊，有一批人觉悟了，啊，真的成就了，啊，我们很幸运。虽然没有亲自看到他老人家示现啊，他的这些故事都在经典上留给我们了，我们从这经本上看到了啊，这个经本在这个世界啊还要留9000年啊，9000年这一个阶段的众生有缘遇到的都能成就啊，我们把文看到就自从是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了。释迦牟尼佛没有离开我们呐、啊！啊，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陀所在之处。啊，除这个世界之外，一语语处，就是其他的星球上，他方世界，百千万亿，若有他。阿僧祇国，这个国就是讲的世界啊，娑婆世界以外的诸佛世界也是无量无边的啊，释迦牟尼佛常去啊，导利众生啊，引导利益一切大众啊，如来见诸众生要于小法得薄苟众者，像先前这个时代啊，乃至于3000年前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这个时代。啊，我们地球上人确实欢喜效法。啊，中国这个地区就是一个标准。啊，喜欢什么呢？喜欢人天。啊，这一生得到人生欢喜享受人间的富贵。啊，来生呢？来生希望享受天上的富贵。啊，希望来生升天呢。啊，这个现象就是从佛的眼睛看，德薄苟重，苟是烦恼，烦恼习气很重啊，德行很薄啊，啊，只想到人天呢，没有想到超越六道轮回啊。啊，要知道啊，在人天享福啊，你有没有造孽？肯定嘛，哪有不造罪孽呢？啊，不要说别的，你每一天吃的这些众生啊，尤其吃肉啊，这些众生甘心情愿供养你吗？啊，你试试看，你叫一头猪，你说猪你来啊，我要杀你啊，你把你的肉供给我们吃，你看他的样子，你拿到刀的样子，惊慌失措，到处乱跑，要逃命啊，这就是不甘心不情愿啊。啊，你杀了他，他弱你强，弱肉强食，他敌不过你，他怨恨在心呐。来生他投胎做了人参了，那你呢？你来生的时候造罪业了，你到出生道变成猪了，他又来杀你，不就这么回事情吗？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啊，所以我们单单从饮食上来说，从穿着上来说，就杀很多众生了。啊，冬天穿这些皮毛，那把畜生的皮扒下来，他情愿呢？不情愿呢？深仇大恨呢？啊，我们穿着的时候很得意啊，他来索命的时候就苦。啊，现前这个时代，啊，我遇到很多通灵的人，啊，那不是假的，啊，因为我们会找两三个通灵人，看他讲的是不是一样，啊，他们彼此不认识，啊，是他们看到了某一个人。后面有很多冤亲债主跟着，啊，我们问另外一个同龄人，你有没有看到？哎，他说看到，讲给我们听听。哎，讲的跟那个人讲的一样。啊，再找一个人，再讲的，这就不是假的。他三个人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块商量过。啊，我们突然问他的时候，他说的都相似啊，啊，这个证明就不是假的。啊，我们不是听一个人说，我们另外去找证据啊。
啊，看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人杀生多了，后面一大堆啊，这些灵鬼啊跟在身上啊，当你的运在很高的时候，气很旺的时候，这些灵鬼距离你很远，不敢靠近啊，远远的，甚至于通灵人都看不到，看你上没有啊，往远处看有，但不知道他是你的冤亲债主。当你运慢慢衰了，你好运走完了，他慢慢就靠近了。对吗？这叫冤家债主，他不会饶过你的。啊，道家的经典常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都是真的，一点不假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佛经上这个道理讲的透彻，了解事实真相。啊，道家有很多，他讲事实真相。我们明了之后，啊，再也不敢起心动念做坏事了。啊，晓得什么？后头有报应嘛。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是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啊，时辰到的时候，报应就现前了。没有人能够逃得过的。哎，这些都是事实真相。啊，这是讲众生，啊，佛是恒顺众生。你造恶，佛也顺着你。为什么呢？拦不住嘛。佛劝你，你不听嘛，那怎么随你去吧。但是佛很慈悲，佛在旁边看着。啊，看着你造孽，看着你受果报。你总会有一天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佛就来度你。你没有醒悟过来，佛站在旁边看着你，啊，看你造恶，看你变畜生，看你堕恶鬼，看你堕地狱，苦头吃尽了，人就后悔了，啊，我错了，他认错了，到认错的时候就有救了，啊，为什么？他听话了，能听劝了。啊，能听教了，佛就会教他。所以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无论你做多大的罪孽，佛还是在旁边看着你。你肯回头，肯接受，佛就会教你。啊，没有不能解脱的。啊，什么样灾难都有方法化解。啊，地球今天这么多灾难，有没有方法化解？有啊。但是人不相信就没办法了。啊，真能相信，化解的方法不难，非常有效。啊，佛法里用的这些理论跟方法，现在科学家证实了。啊，特别是量子科学家，啊，他们研究发现的几乎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我们相信再有两三年，啊，量子会讲得更清楚、更明白。
啊，到那个时候，相信科学家也要研究佛经了。啊，佛法会被科学家带动起来，它不是迷信呐、啊。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也就是佛经里头有量子力学。啊，有宏观的宇宙，这唯识人说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种种实现都是为要与小法得波苟众者，是为他们实现。啊，大乘人之道，佛在大乘经上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破迷开悟啊，望境还原呢、啊，然我时成佛以来，久远若死啊！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说。《法华经》里面啊，受量品质量这一段话。啊，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这两个经合起来看，这两经合参啊，信之本是，我们相信了，我们明白了啊，释迦牟尼佛做八相成道之种种实现，只为随顺世间众生根基，行全方便，普皆度脱而已。啊，实则世尊久已成佛。这是把作事世现顺世间故这一句话讲清楚。讲明白了，释迦牟尼佛作此实现，当年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来的啊，这经上常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千不是数字啊，不是定数形容，许许多多佛菩萨都来随喜，哎，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成佛教化众生了，大家都来帮忙啊，怎么帮忙呢？也都投身到这个世间来，前面我们看到的啊，也有出生在王宫，也有出生在大臣啊，大富长者家里面，或者在贫穷人家啊，遇到佛了都做佛的弟子啊，听到佛的说法了，生欢喜心，其实通通来实现的，来帮助佛啊。那我们再想一想，佛如是教化众生，
其他宗教呢？乃至于学派，我们就晓得，都是佛菩萨在作六啊，都是在实现的。啊，这个地区人种族不一样，文化不相同，啊，自古以来人遇到灾难都求老天，啊，都求神仙，啊，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做事实现，啊，应以什么神度就现什么身嘛。你要求神仙，他就现神仙身来得度。你信基督嘛，他就现基督身来度你。由此可知，无论哪个宗教，他们所拜的神啊，宇宙之间唯一的真神，真神就是一个，在各个地区名字不一样啊。啊，在天主教，在基督教称为上帝，在伊斯兰教称为真主。啊，在中国民间称为玉皇大帝，啊，名称虽然不一样，我们都知道谁呀？全是诸佛如来，做种种不同的化身呢。众生只要有苦难，啊，你希望什么样的人来帮助你，他就现身。啊，真正搞明白觉悟了，啊，原来是一桩事情啊！啊，在佛法里面说啊，都是诸佛如来变化的。如果在伊斯兰的教的来讲呢，啊，诸佛菩萨全是真主变化的，啊，在基督教里面讲呢，这全是耶稣变化的，能不能讲得通？讲得通啊，一点都没错啊。这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普贤菩萨讲的。啊，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你心里头最仰慕的是什么，他就现什么。你仰慕神，他就现神；你仰慕仙，他就现仙，他就实现仙人。啊，讲到最后，究其根源，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讲到最后是自心，是自己呀，不是别人呐。啊，你看这个，这些年来，我们提倡三世心念，三世心念属于祈祷，啊，中峰禅师做的。中峰禅师元朝时候人，啊，在东天目山住过，现在
七所全居士那个道场啊，他在那边住过。禅安师告诉我们，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在耶稣教里头，可不可以这样讲？我心即是耶稣，耶稣即是我心。我心即是上帝，上帝即是我心。没错啊！啊，中国人讲圣人，我心即是圣人，圣人即是我心。啊，中峰禅师讲，极乐即是此方，此方即是净土。啊，那我们也可以说，天堂即是此方，此方即是天堂，一个道理啊。啊，这些话谁承认呢？量子力学家承认。啊，为什么呢？在他们的研究当中发现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字体，这佛经上说的，啊，被他们证实了，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了，在菩提树下二七日中，对化身菩萨讲大方广佛化言啊，讲什么？讲他自己清正的境界，宇宙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啊！《华严经》分量太大了啊，贤熟过思啊，《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啊，他做了一篇论文，修华严二指，望境还原观。啊，这一篇文章他写的不长，把华严经的精华浓缩，简简单单六个纲目，这六个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啊，首先告诉你，法界缘起从哪来的？啊，自性清净圆明体，只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真的。啊，在佛法讲，自性真性呐，万事万物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它是体，它是永恒不变，所现的万事万物全是变化的，刹那变异。那个不是真的，从一体显二用啊！啊，二用一个是自己的身体啊，我从哪里来的说出来了啊，我生活的环境是宇宙，宇宙从哪里来的也说出来了啊，还告诉我们宇宙跟我们自己有三种特性啊，这三种性质啊，第一个周边法界，我们动一个念头，整个法界都收到，动个念头叫发射，电台发射，这个电波
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通通受到。啊，第二个呢，出生无尽，变化无穷。啊，我们常常用这个万花筒来做比喻，实际上非常简单。啊，但是你把它滚动的时候，千变万化。啊，你天天转，时时刻刻不停的转，转上一年也找不到两个相同的画面。啊，自信真的就是这么微妙。啊，第三个特性，含容空有。啊，就是佛家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一粒微尘，它也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一个意念也是如此，没有例外的。啊，这种说法被现在量子力学家看到了。啊，但是没有佛在经上讲的这么清楚。佛是怎么看到的？禅定当中看到的，限量境界。啊，科学也算是限量，它是先从理论上去推断发现有这个可能，然后再以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啊，这个精密仪器观察算是限量，它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佛菩萨这些人，他们是从甚深禅定里面看到的，看得非常清楚。啊，比用仪器还要清楚，仪器是间接的。啊，通过仪器你才看见，它是直接的，它不需要通过仪器，看得更逼真。啊，你真正了解透彻明了了，你才知道怎么对治啊。啊，问题发生了，你有方法对治。啊，太空当中它都有秩序的，偶尔星球偏离轨道了，有办法帮他恢复，把他纠正。谁有能力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啊，只要你把妄念放下，把念头集中在一点，那一点点能量就很大。啊，可以帮助星球轨道偏离，把它纠正过来，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古人讲了一句话说：“佛法无边呐。”这个话很有味道啊！啊，真的是无边的。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学习到此地。